么了这是啊？一脸不开心。我明天不要和你过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朵朵过生日，我好多小朋友送圣诞礼物，就我没有。情人总分分合合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他了。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嘛，咱们送这个，正好我给你吞了些零食啊。可是我们却越妹妹，那你多帮我准备几份吧。啊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下个月你和新人都过生日，都先生一个都不能少。咱们是刚从来到他的日子吗？啊，好热乎嘞。好不好吃啊？不是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那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我这电话上有点异味。什么异味啊？我一辈子喜欢你。哥们怎么那么甜呢？啊，咱得聊个糖水吃。你要吃儿童口味的、那你一个换香一个换甜，你要吃哪一个呀？又不来，我尝这些就行。反正尝尝不要钱。锄禾日当午，你帮我来点儿童口味的，和柠檬红的，我们呢可喜欢吃柠檬口味的了。哦，好的。你上幼儿园了没有啊？我上了。今天怎么没去幼儿园呢？我在感冒。哦，流鼻涕了。不用急，吃点肉就好了。哦，吃点肉就好了。那哪还卖不卖？对，你们这个辣椒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这是不辣的。这是不辣的。那这种呢？也是不辣的。我吃无辣的。这个便宜点。这便宜点吧。不便宜。这便宜点。我关心。两块钱的。关心上的。关心上的。这个老板真爽快。谢谢叔叔。花多少钱？炸。你再说一下。拿回家啊！好，好好的。你这个奖回家。